原建伫中潭公路进入溪底市区的路口，不断以手势指挥车辆通行。不过，前来赏樱花车辆实在伤多，对游乐区大门口车流就开始塌掉咧。车顶一路塌倒来，甲中潭公路上，甚至延伸甲玻璃爱兰桥头，车顶达到二十几公里长。由溪底街入口到游乐区，原本只要十分钟路程，这一趟起码一点钟以上才会当到。搭半一个小时有哦。一个小时。对。车子很多吗？车子很多。又很冷。啊，排那么久，为什么还要来？因为要来这边看樱花。看，为了看樱花。对，看樱花。啊，天气冷也没关系就对了。没有关系。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樱花季已经进入尾声，把握最后赏樱花机会游客，车条从台二十一线中潭公路塞到满满满，就算是要塞车几点钟久，不过会当顺利欣赏到樱花，游客游玩感觉真简单。出来走，有出去来这边就心情就好了。为了看樱花，然后圆以前的梦，因为小时候他们小时候常常带他们来，好久没来了。这里樱花很漂亮啦。儿子的最爱啦，然后全家团聚的时光。不过，就因为人潮实在太惊人，园区内六千个停车位，无到中昼就已经全部客满。业者不得已只好配合警方，在路口设立客满的告示牌，警方同时引导车流疏散，前往邻近其他风景区佚佗。宣布的时机是以停车场的容量空间为主了哈，那园区里面可以停的那个六千辆的这个。这个停车位这个九成半满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会宣布了。那实在是一早这个人车太多了哈，这个在往年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在中午就宣布这个停止售票。我们尽量就是让车子能够移动啊，不要堵住啊。从爱兰交流道啊，就有举牌告诉他们说九族啊游客已满哈啊已经停止售票，请他们了、啊、是不是往国姓或其他周边啊的景点去游玩。中昼十一点半，业者宣布客满停止卖门票。警方展开疏散车流以后，塞了二十几公里的车阵，总算是慢慢化解。二日八连假，拄到寒冷佮落雨的天气，却无法度阻挡民众佚佗的兴趣。只会当讲，樱花的吸引力真正是无人挡会牢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